过智慧蓝牙音响，快上我们来喝台电话。上有咱们天爷出来吃饭，天爷爷出来吃饭，拜拜。今天天就请爷爷来吃饭。看你的喇叭响进去了，要开火，要开火。你的手有什么困难？去哪拿了？来来来，装热水，给你们装热水。我来拿杯。还没好，还没。自己手夹长一点哈。阿喜要吃牛肉，我来涮牛肉喽。有人要喝汤吗？要喝汤的先舀碗肉，肉下去就会浊了。手挺高的啊！你几年穿个红这样啊？真粉哦！我觉得歪掉，为什么？觉得歪掉，没有挂住吗？是你啊！你今天胃口不错哦。还要高一下吗？蛮特别的。再加一点高一下。今天中午他你只有吃泡面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是吃那个锅贴。嗯、哦，小朋友今天都表现很好，都有吃。对呀、啊。吃什么？都有吃东西呀、啊。对啊，你们看他们都有吃。对。都还没有停筷子。你的功劳。没有。好像再讲一遍。金伯成拿你红包，金伯成拿拿拿。金明题有讲吗？有啊，我有说新年快乐、啊。新年快不行啊，要跟牛有关的，来牛有关。牛有关，牛什么？牛年行大运。不行，要讲过了啦。好了，要上面那个。Happy 什么啦 ？Happy 什么意儿啦？今年比较多，多一倍哦。那好，我帮我管，还有叫我妈妈、爸爸帮我管。谢谢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小仓。小仓在厨房呢。哎，金文，金文发红包啊！什么奖个？啊，牛年行大运。就只有这个。对啊，然后他讲我新年快，然后他都他一跟我讲牛年要扭转乾坤。哎、yeah. yeah. ，好了，可以可以。那你嘞？有意思。我要啦，我知道。那你东西要放哪？有 Happy New Year 啊，有牛。不要。我想说分一杯干嘛？你先喝，对对对。对对对。来。金大姐，在说什么？不知道。怎么不知道？对啊，不能讲一样的。一样的。哇，变高了。哇，他未来会长比阿北高，是不是？好。来来，那个金二蛙，来，来讲什么？怎么是你坐着站起来没礼貌？对嘛？啊？扭啊，六小时好像有人讲过了。金明婷是涂口红啊，怎么看起来感觉有化妆的感觉？这个叫哪里说一个？分享性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跟牛有关系吗？三个牛。哎呦。三个牛是。来来，金小胖。他这个一定不会讲。不会。不会就没有了。来说一个。而且他还没有心意。好吧，那就明年再给他吧。他还没有心意。就明年再有红包了。快点说！太好笑了！快点说啊！加油！嗯？啊！来来来来，快说什么？谢谢，等着他好很久啊！来，你抱住，你抱住他。留了。你忘了？嗯。啊！不喜欢了。来来来。快了，还有两个小时，想什么？这么久，来，还有什么？他说不知道讲什么，那你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知道要讲什么，知道吗？那你要换一个啊，他不知道讲什么也是一个、啊，换你。财气滚滚，每年春晚主题是牛长进，牛，我们明天要找牛气逼人呐。啊，牛气逼人！要逼谁？逼他！干嘛逼我？不知道。你怎么那么好笑？自己在那边笑。哎呀，我要吃掉。牛牛
好了，拿去了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哎呀，很难嘞。哦，很难，也不错，也是一个很难，好。那很简单，你算不了啊。那可以啦，算一下，算这个票，很漂亮。还可以合作票吗？这个可以合作票吗？这个可以合作票吗？蓝色的，你看一看那些呀，给我看，太重了，那都没点，就少一颗啊，什么一颗贝斯少一颗就好了。感觉为什么还没有挂？换我们，还没挂，刚刚有。对啊，说换我们，就先少一颗就不会先被第一，就不会。这感觉很。好羞耻哦，丑恶。是说是这样。我缺二，他写缺二。明星生缺二。阿公啊，阿公写缺二。啊，哎，不可能的啊，缺二呢。有谁？就他们是九九跟阿公吗？国家卫生健康部2月10号0至24时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，均为境外输入。来，谁要玩？有点照到家是不好啊，好啊。五个呢？还是六个？11点多那个可以上，就是这个。那是。1、2、3、4。明天炒小白菜，然后我还要吃那个橄榄菜，先炒小白菜，还要吃炸牛肉，好吗？今天我就炒个饭，再吃吧。水也很好吃，你水我吃，有鬼啊！有鬼的。啊，对的，对的，等一下，我肯定的。哎呦，这之前的他们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？怎么呢？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拿着 pad， 啊，这就边吃边看。哎，有可能一会儿我袁鹏就上热搜了。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？标题是袁鹏说对了。他在讲什么？左撇子不服是什么意思？你懂吗？大陆用语啊。左撇子。小婷，小婷，等一下，你们那个。